托人家顶人错了，拜托你饶命啦！李德信，你作恶多端，有你不得！呀！你敢提我此爱？爱本已死。你的心机是含有个分权，太爱是他性命来。将爱缠，共爱爱命，见人无，不知何时重荣耀，寡人更将爱爱徒弟，难逃报仇啊，爱恨三世啊，爱每万三计，出头计出头，这这这。我不应该当初唐李庆家建言，我那木唐家的话，今天妖怪也不会前来报仇，本家讨教救命啊！胡桃，太贤，我走进来喂。哎呀，太贤，原谅我是无心之过啊！无心，无心，就做得用那个恩公救命来嘛。要是有心，岂不是害了个卡懂你吗？哈哈哈！没啦，原谅啊，原谅啊！你贵为一国之君，爱嘛该，为么嘛该？坚强不相的保护你，你要在分君呐！何不敬畏此事意，王府百姓皆失明。若不将你命来赐，愧对殿下众人民。太贤原谅爱糊涂。一时之间，一时之间，主论为从此以后不再犯，今年圣行张启辉呀！哼，糊涂，多少无义，看多少啊！多少救命啊！在沙吹为神慢来替你救家，真是来迟了。原来是刘庆家，刘庆家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还慢到到来，恐惊你看来的面唔到嘞。诶，万岁，何说此言呢？哎呀，这头前个妖怪讲，我眼命你嘛？哈？万岁，因何我做牙齿妖怪呀、啊？刘天庆啊，该你为何抵得寡人有危险，你来救我呢？呵呵，万岁，我刘海压根天上，发现万岁一个本命神，既进来三十，恐怕有性命的危急，所以我才会下山前来，以你救家。恨得万岁，
毫发无伤啊！原来是安样啊！万岁啊！你都已经忙有人来讲出有关事实啊！哎呦，无关系，无关系，方才个妖怪啊，已经不宜打招嘞。而你军神不再讨论此案，不再讨论此案。万岁，此言查了，方才爱刘海打招此妖，乃是万幸呐、啊。但有你那么将妖怪此事处理好，爱难保此妖唔会过来请万岁你讨命。啊，万岁，你还没多做了哟。错，这就要看你万岁呀、啊。你很用办招伢多的，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？啊，你这年代来了解一切。万岁。人的性命要紧呐！我叫五阿姊，哪尊呐？一个人尊敬呐，为何啊？我这屋啊呀，此夜瓦尽呐，送啊去索棍，来了啊海呀地，来龙去马，咱嘿呀个能改呀味，不啊难改旱灾，来把个辛苦啊。苦气就莫话怪那苦，晚上吃油两个洗马布啊盆，出哪出人数来数啊菜呀困。哎，我其实答应两个爱真在。困见来之无碍，一时寻思该果不将，张将伯母爱爱树啊你妈胎。家要为何我牵连妖怪的吞命呢？哎呀，亲家。用命啊来出啊！我刘海也个烫啊，缩啦！我嘛欢迎你呀，是也来出啊来，难出啊你。万梦万难
能保命，我答应出答应你。好，但有天意，你要太杀天下，太杀天下么？错，万岁，因为一时的迷惑，所以他毁己之物，损害你命。呀哈，你听着表示。感恩万岁对此事有负责，所以呢，你做太杀天下，以复生命，走向仁德啦。好，为了我承认我一时的疏忽，所以我亚款的事情，我愿意答应你，听一下呢。好好。听一件事情，我不归念住，将一个西伯伯还不是圣万三嘛？都对啦，我爱还给圣万三嘛。不过呢，圣万三已经死掉，我还不满意啦。万岁，也真是我爱受提起个第三件呢。嗯，第三件有样办啊？第三件事情，哎。你讲的沈万三完全是演绎来事，所以我希望万岁你能对方的沈万三方的个文才深啊，能受世人的调拜，树下雄言，那将一个湿布盘，其算将黑个布盘。老子封林皮甲，西伯伯乃是伯伯，此人叫我请哪一个主人，回转圣万三一个身边呐、啊。按你三叔伯叔之心，此人对你受命啦。安样哦？啊，好好好好，寡人就答应你，来。叫伢愿意进行，吼吼，俺呢就多谢万岁了。万岁，嗯，家姨妈爱准备黄金黄山观战呐。这样是，你来太极行事，事事可以金巧了。嗯嗯，好，寡人就叫伢个愿意来进行。寻出刘海前来助阵，海顶个意思强提，被刘海受伤。如今我愿讲功力恢复，继续请个武托报数。欠了钱，行街边，傲风万山顺天命。
人用古往心平静，好人好人用古往心平静。人君人堂终身意，何样何人君人堂终年意。臣民，国王顺天命，身为一国明君，到今唯有太傻天下，今在太堂之下，来开下金口，太傻天下，以百姓人民能得欢庆三天，钦此。唐家以本是神物，古王不改，口气何谈？各位去说，飞在沈万三身边去吧。
担唐家，国王一时疏忽，苏德义一命归下封都。来声音，国王失真错误，今天才太唐之说，说封你太明前温财神梁志。全是有爱引起，不如告本万山前来处理呀。既然如此，你喺你送人嘅字典嘅言辞，你用上去化解就可以了。多谢万岁，金善叔，你爱缘分匪浅，原来上天安排爱你相遇，系有几嘅意义存在，你。是爱的松彩之力，不定你可愿意替爱穷下为百姓服务松彩吗？多谢恩公再次救爱的性命，爱当然愿意，今日就随我来呀。